見到主席佢係承諾咗會成立呢一個小組，咁我覺得事情係暫時喺呢一個階段，我哋係解決會成立呢一個小組，會成立呢一個小組，會成立呢一個小組。我哋係要有人提出，有人和議，我哋跟住討論之後就做會成立，討論之後就做會成立，討論之後就做會成立。嗱，你話成唔成立咧？咁依個就喺嗰個 council meeting 裏邊大家去分討嘅。成唔成立咧？咁依個就喺嗰個 council meeting 裏邊大家去分討嘅。咁如果係真係咁不幸地，係在場咁多位校董都係呃我哋，係眾目睽睽之下係講大話嘅話，我想我哋學生會將會號召一次更大規模、更進取嘅、更大規模、更進取嘅、更大規模、更進取嘅圍堵行動，就圍堵翻校董會嘅。